西贡区议会赞助，西贡区齐齐碌一碌。本计划将会推广西贡区的景点，提高西贡区无障碍水平，促进双建共融。本计划进行了六次培训课程，24次外出巡查，当中包括有轮椅人士、视障人士、听障人士一起参与。本计划将会于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网页度发布，当中报告内容有巡查报告、因计划而创作的四格漫画，敬请大家留意。本计划亦都拍摄了两条游览西贡区的短片，那我们现在去预告片啦。在这个西贡市都真的获益良多，是啊，从满载而归，是啊，很多丰收啊。我轮椅可以玩些什么？很多东西玩的，我今天就会玩一下快艇和风帆。你是不是离开了香港啊？这个海天一色真的很正，这道路都叫做挺宽阔和平坦，是啊，好像有几次那些黑松露，很多都是火山来的。原来哇，呢度真系好宽阔啦！我见呢度周围都好宽阔啊，同埋啲路都好平坦啊。咁我哋玩完呢度，不如出发下一个地点。好啊，不如走啦。好，好，拜拜。